gli dietro ciò che è. Watch out.买了面包放吃了吗？煎一个，开张了，开张了。来，下巴一块，又煎一个，这谁说的这是？那个大爷来这半天，一个都没煎，这个大爷来到煎了，半斤包子又是6毛钱。啊？ 哪一块地嘞？这个？几亩地？25亩地嘞，连弄。一共多少地？25。一共25亩地。25。一千五。一千五。哎呀，一二年级上的。俺的数学那时候，数学老师请假了，体育老师教的。 这买包我这家伙贵多，卖一亩地花多少钱？我这合着高嘞，这1300，1200，1200，啊1200算可以了。我那包我看着都不一样，打杆儿打不透。那也打着这些杆儿也欺负能力那都肯定差点名。是。1500到站。 昨天那个，前天那个25亩的到账，咋不就可以没？粮仓满了，他的手机忘拿了，他回去拿手机去了，拿手机才去的，才走。
千万别闹！打罢了，打罢了。这会儿估计才到。刚才我打电话，他没走嘞，才走。这个找个私人的来吧，他自己当回事，找个私人来应个急都管。我以为早上收的25亩嘞，早上收的可不止25亩了。直接分了吗？那边你的微信支付收款达到新的里程碑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，好快啊，都开始离地了。上午龙龙去买饭的时候，但是我都拿着饭钱，天天的白买嘛。早上收的都没给钱了，早上收的都没给钱了。他要是主动扫的，我就给他扫；他要是不扫的，就不要跟他要。每天能干100亩地不？干不了。手头直接卖了吗？哎，几个啥价？贵得涨点。拿来你。我要收这儿。拿来。拿这出租车。出租车，哎。出租车拉上车耽误事。我给他打电话，就在那弄个四轮子吧，这一个车耽误事。我这事儿也挺重的。喂，不是你这边再安排俩车了，别学那一天。啊，过一个三轮，要不然再过来俩三轮也行。几个这边块大。啊。哪个？你那个啥样吗？给你坐去那地方。